我们终于见到蒙娜丽莎了，我们终于见到蒙娜丽莎本人了。你看，可以看到呢，后面有一个超厚的墙在保护着蒙娜丽莎，而大家也拿着一大堆相机，正在试着一直往前挤，能够拍到跟她拍到一张照片。没想到蒙娜丽莎这么小，但是却非常的伟大。